说出来其实已经不陌生了。不陌生了。对，如果你的说出来咯，神色你看出来，这么久就说出来了。你还是那样的概念很好像你还回国，你就有记者音要的音要的记者你到了那么音要的你别过了来看看你来原来你刚刚不过在你那里过吗
啡给我。